亲爱的小伙伴，我是小薇薇。唢呐一响，黄金万两；唢呐出征，寸草不生。这不，最近唢呐对电音歌曲下手了。接下来，一起来看看唢呐是如何玩坏这些歌曲的吧。唢呐碰上电音，想不嗨都难呀。就在前几天，重庆欢乐谷电音节现场惊现唢呐，表演嘉宾在舞台上用唢呐演奏多首歌曲，看着台下欢呼雀跃的场景，我估计祖师爷都没想到唢呐还会有这样一天呀。之前的节目里，我给大家安利过严永强唢呐版的 Spect， 今天呢再给大家安利一个 XO 咆哮唢呐版。当 K-pop 的曲风被唢呐的音色占领，整首歌中国风韵味十足，卡点太绝了吧，不上头都难啊。享誉全球的这首 Despacito 也未能逃脱唢呐的命运，唢呐版让人听着听着就忍不住跟着头动了起来，有种莫名的喜感，瞬间忘记原曲。哇哇，六，好啦，本期节目就是这样，喜欢的不妨点赞关注，让我们下期见吧，拜拜。